不知道莫名得了，是不是一个星期啊？大概五六天没有跳舞，现在跳舞一种紧张感。哎呀，有种那种新主播的那种紧张感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位新主播，我叫鱼宝。今天第一次来到953给大家跳舞啊，欢迎来到953，重量级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本场麦秀主播的鱼宝。那第一次跳舞还有点紧张。那我们就先跳第一支舞蹈了，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呢，别忘记可以勾主播通知，哎，有点卡啊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呢，别忘记可以勾主播通知，点击这里，首先我点击左上方先关注一下，这里的爱心都是免费的，别忘记点一点，然后点赞也别忘记点一点，辛苦啦。好可爱啊。你要走的某天，请不必慰问，常在初恋中必分手，总会变心。当你要走的某天，也不必抱憾，让我他朝好好追忆，那需遗憾。爱永远有些缺憾，不必找出男人。爱永远有些可知相识也是缘分，何妨让我依靠在你身边，前缘梦里此生永远。人生若要分手带走伤感，无谓让这初恋留。
记住又颜值的我的频道，感谢亮哥，谢谢谢皮蛋瘦肉冻，然后再给大家跳下一支舞蹈哈。别忘记可以关注一下我，祝我通知别忘记勾勾，感谢林哥，谢谢林哥，跳一个。
一句，我想穿短裤，然后没有别的了。啊，这么热的天，再怎么开空调都不行呀。然后大家别忘记可以把九州通知搞搞，还先别忘记点一点。明天再跟你们跳穿旗袍跳舞哈、啊。然后今天下一场还是现代舞，明天再穿旗袍或者古风的衣服。然后别忘记关注一下我，手机呢点击一下整的电脑呢点击一下这里，手机呢点击一下左上方这个关注一下我，这个点赞不要去点一点，爱心不要去点一点，辛苦了。好，还有点时间，还有半分钟给你们跳个半分钟，然后下一场是15分钟之后会再上来跳舞。